我曾经是一名救援队的队员，所以请大家都相信我，我一定能救大家出去。行，我相信你的，我相信你的，相信你啊！大哥，一会儿我先上去，把绳子给你，你把渔网绑上。好，大家再按重量，依次再上去。陈子强。 谁呀？谁？是谁？谁呀？我今天可能吃多。你到底多少斤啊？96斤。不是，白嘉良，你到底多少斤啊？106。你还撒谎！人家也是有自尊的。不是我这个，放松体重的往前一排。放松！ 哎，太好了！大胖蛋子了，大胖蛋子了！上去了！你男朋友好样的！爬上去了！